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奥提玛 Business 中最受欢迎的奖励之一是等级奖励。用户在达到新的等级时，他不仅会成为整个社区的焦点人物，还会因此获得丰厚的奖励。在 Ultima Business 的系统中，用户分为16个等级，等级越高，获得的奖励额就越高。等级奖金最高的奖金额为1000万欧元，而在整个升级的过程中，一共可以获得2000万欧元。在任何其他的公司都没有像这样的机会。我们选用宝石作为这些等级的象征，也并非巧合。我们为每个能达到新等级的人感到自豪，而且为能激励他们成长而感到高兴。通过等级奖金，利用 Ultima Business 所提供的机会，祝大家一切顺利，前程似锦。